对，要赢6把，而且但是那个又是特别擅长这种持久战对局，他特别打长盘非常稳的一个人。就是要看香奈儿他能否打出多种变化，是的，如果他能打出多种变化，其实还是有希望能赢的。好，我们看到摄像师已经给到了非常精准的位置，好，非常帅气，原亮色的帽子，不要在意，韩国是不讲究的。是，韩国应该不知道原亮色是什么。以后来中国的话，我希望大家有人方便的话提醒他一下，这顶帽子的颜色的寓意啊。好，比赛现在开始了，看一下是不是要机台的调试。好的，我们的决赛马上开始了，给两位选手一点掌声。哎，选择的是伊丽莎对一个冯威，冯威是你最近比较擅长的一个角色。对，大家知道他在那个 EVO 上，冯威是一个中国角色，对，中国角色，红拳的，对，使用了红拳、铁线拳啊，功夫里面有的，而且非常有力量感，对，大家可以享受一下。开始了，直接开始，不需要热身。漂亮，13，移掉了，这个是步伐上的东西啊。对，他们是就是他们的移动是自带横移的，我感觉。漂亮，下2，阻击，横移掉了起身4，后移抢的非常漂亮，铁三靠。连段。不是预寸靠。蹲了2下啊，因为冯威心计是上段，哎，非常有经验。接了一个波。对，像这个是和老鬼一样。哎呀，动的时候动了第3下，上墙吗？没有，应该血量差不多。下段中了，接波取消起身4。哇，这个行云流水，这个对，这个是想好的，你已经动了。漂亮 combo 推墙，踩，非常疼。头对地也不敢起身，有动作。哇 ，EX 神龙，中是2下，哎，这个移动下蛋才，是后退之后下蛋才哦，非常经典啊。又浮空了，又浮空了，破招了。漂亮，这个行云流水啊，打的后退步看到没有？秀了一下自己的反风神。我拿到一批就要秀点这个东西啊。对对对，这是韩国人的这个。哇，抢了第3下。这个我看了一下，因为2发肯定是有破绽的。这个东西我是100%抢的，看来高手也是抢的。对。因为2发有破绽的东西，你不想放过。对啊。然后场地变成无限场地，前3，这个是没法确认。哎，踩到有 combo。加针。退开了，哇！哇，这个距离感真的是。对，大下段带走了，这是要。力也是防不住这个大腿的。对，防不住。这大小腿看来不是一般人的。漂亮，瞬间3蹬带走了你。这边我们的香奈儿先拿到1分。对，看来这个。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在那里点头。伊丽莎果然有出其不意的效果。有。而且他刚刚有几个就是几个招真的是打得很好，比如说他最后一个取消，然后一边利益是抢了前面打雀反，对，毕竟这个伊丽莎的话，虽然说铁拳七出来2年多了，但这个角色才出来2个月啊，对，也是有家用机版本才会有的。场地变更，而且这个角色的话也是很需要手法，因为他是基本上全要搓招，对，他有个那个。有点那个街霸五加米他那个低空穿的那个感觉，然后再配合的这个铁拳的这个移动操作，基本上左手是停不了 的。还是用这个打出优势了，继续用伊丽莎。这死样，哎，真的是。这个是一个女吸血鬼。啊，对，她是吸血鬼。她打着打着会睡着。对，她喜欢睡觉啊，她的爱好是喜欢睡觉。哎，这边力是换了这个。哇，换了风间人。有特殊的打法吗？剑锋，可能是因为觉得有一个受流吧，而且这前四这个东西不错的，漂亮下去了，看接什么踢皮球，没错，非常帅气，后二一打到1下，红血没有能量，这边也是比较啊，这边可能是抢了一下，抢了一下，后退哦，退的是有点慢，但是也比我们快非常多了。我觉得可能他用封建人是因为这个前四能起到牵制的作用。牵制作用。哇，跳踢的雀凡，这个堵的有点大、啊。对，
一比四没有打到，又回突。哦，这个可能有点减帧的感觉，他每次都抢，抢一个起身四的攻击。哇，疼，没上墙，跟好鬼有点像。椰子有雀反的吗？二四直接雀反没上墙，直接打空。哦，这个是没打到应该。哦，打到了，他一也没有办法，一也躲不过去。他特意点了一个一。啊，看似非常华丽的东西，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困住了一个。这个前四真的是非常好，太厉害了，这招就是打扩张就可以浮空，没漂亮，又回突，上墙，漂亮，非常疼，风间人这一座的威力非常疼的，啊，以前这四重伤墙，可惜有点偏，哎，踩到了直接双手头，非常梦幻，加分也是加的非常多，波不是全程的，哎，蹲了第二下，哇，这个防住了，跳踢。好的，起身一的动作，后退非常快，后撤步啊，对，哇，裁掉了奈落，这也是他手法上的一些伤啊，我估计这是他的一个奈落就被了，对，拿手好戏，哎，余威风啊，又过了一个升龙，能量不要，对，无敌升龙。一二三，撞没有中撞墙，可惜了。一二四，应该是可以蹲的。对，一直被这个风在旁上墙，没机会，自己也倒下了。EX 两下的没有注意，第二下打了横移吧。地下空了，对，逆想过去捡漏，中了第二下。又双方二比二，现在蹲的。对，地下我看他这个移动速度也很快啊。对，后退速度也很快。哇！直接横移到背身。哎，蹲掉了，没有做出相应的动作。哎，跳踢吗？这个是大雪反。好的，伤害一般。又是 UF2。对，至少他是。可能是个对策。对，有横移效果。哎，有点远距离。前二什么鬼？招了。咦？哇，这个下单裁了。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，直接接必杀。血量是不多，但是调整一下心态，正值现在。他这个真的连段还是蛮难的，因为我看他们没有设置快捷键。对，没有设置快捷键，因为这个大招是要搓的。对，哇，这个带波带打横移，有机会，时间不多，十五秒。对，然后这边香奈儿血是跟前线先加蹲，要奥森龙吗？还是哇，前四立功了，最后真的是忍不住抢了。好招，前四立功了，因为刚刚这大飞腿加针也是特别多。然后现在是一比一，一比一，场地没有换，人物角色都没有换。这个前四这招真的是安全摸奖，对，摸奖技能还真的不好，横右手可以横一吧，但是我试过很难。哇，这个加针挺多的感觉。这边一直在找机会，防住了，大硬直。直接悬崩到墙，这个下的有点不划算。对，打中就没有什么 combo， 然后还要是一个大缺反。左手头拆掉，墙壁怎么关好？打空，哎，捡漏，距离没算好。哎，点掉了。二一四，经典招数。哇，这个后退。哇，就一直跟你保持一个身位的距离。哎，我看力这个招也是不蹲的，他这个一手一脚。对，不过前前三中了，这次距离够了。对，这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一个中段技能，打中就浮空，不用。对，打中浮空。啊，相杀，两个人都弹开。哎，他们这个帧数都压得非常好，非常细腻了。对，他们其实有时候正在出高手。哇。有时候就是一帧的差距。这难道？难道风间人的一二四一二三对他无效吗？可能是距离原因吧，我觉得。哎，没有抢，没有劝反。对，已经有点慌了。大下段防住了，又是一个右回突失误，并没有打出风。对，这小腿，哎，力反应还是很快、啊，非常快。这一下的话有点爆头。中了一个以后再也不会中，他就有所防备了。
而且他们听就是对于这个帧数的话计算的是非常，哇，这个直接是瘦流下三加四，对，瘦流下三加四，这是个确认，伤害也是非常高。我扛他护扛破伤，但是打康了，两个人都弹开。哇，这个没有办法确认，这是非常稳，上墙带走了，带走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换人，不知道会不会换人了。现在是比分是2-1了，现在已经是利的赛点了，利如果再拿下一局的话就是本次比赛的冠军了。然后我不知道香奈儿这边要不要换，应该换了吧。嗯，我们现在看不到，看不到那个画面，看一下，应该是换了。会选谁呢？阿丽莎。果然还是阿丽莎，但胜者是不能换人的。哎，无限场地。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用这个伊丽莎的对策的话是挺好的，但是第二把就被捉到习惯了。对，可能我觉得跟你打要一盘换一个角色才有可能赢，这样下去其实也没有优势，因为你只要赢三把就行了。对啊，厉害，是真的，他的出招很稳，都是安全的技能。他们真的是很难捉到习惯，他有时候自己大家都不动，哎，特别想缺板电风，对，想秀一下手法，刚刚那是缺板很难。哇，一个蓄力的一加二，哇，这后退加横移，对，他们两个人就是真的是见招拆招，速度非常快，没有蹲下，有点可惜。直接跳踢，这套挺疼的，应该打完了以后就剩一滴血了，挺疼，看一下最后怎么办。还在前四，啊，这个前四虽然说是无责任摸奖技能，但是被防御还是附身比较多，基本上很难动了。对，一直在距离，对，哇，火招，这个三位打都是加增吗？对，是的，应该是的。这个我以前九千六好像有这个。我看这个力的话是动了。动了。他们的这个招配招式搭配真的是很合理，对，非常合理。就是你只要稍微不压着帧数，你就会破招了。对。哎，这个赖诺的话真的是好意思啊！这个扫腿的话就看不见的话，哇，想抓双手头直接被 CP3，这个头都已经看得丢出去了。铁拳七抓头挥空算 counter， 好，这是铁拳七的新系统。对。防速起身四缺反没有错 ，DF 一压一下。对，这现在是在迅速后撤。前期，哇，这下蛋才漂亮。血量还有一半不到。男，他的男方还有。好。哇，直接这是拼了。拼了。有优势的话，其实什么都敢出，因为毕竟先赢两灯，两灯。哎，防住，好缺板。哇，这个、把这个赖洛都退掉了，这个扫腿。退掉。他的后撤真的是很快，还在后撤。哇、这个，这四直接被蹲掉。一个相对民工的连招，但下血也不足。对，稳定就行了。对，稳定。比赛的话，决赛了，求稳。哎，真的这个想蹲。哇，抢了，这下抢了。哇，直接是打了一个空中招，分接个风尘啊，又回突。哇，蓝光带走了，这是要，这是一个蓝光截击，非常快，非常快，2-2比分，2-2，但是依然是逆的赛点，非常精彩，看看逆换不换人。他这个蓝光真的用得很好，他是用蓝光去截击对手的。对对对，没有选择换人，选择换场地，依然是没有墙壁啊！你表示非常无奈，还是刚刚那个啊？然后香奈儿这边露出了笑容，你想换场地，老天都不帮你啊！依旧是无墙的场地，用无墙场地，这个阿丽莎可以尽情的后撤，尽情的后撤。不过你这边还有命，还有命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空间人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帅气。哦、这电锯非常恐怖。开局后一，哇，两个空中，哇，又是下下下这个，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你不第一时间起身，那我就鞭你十。对他不起，对不起身的话就喷你。哇，这血量瞬间红血了。CD3打空，
哎，这个 CD 三打到 CD 三依旧 CD 三。锋线人，那蓝光鸟是一键连招对吧？是一套四下。嗯，还没有见他用过这个蓝光。哦，这个蓝光现在 combo 里非常强。哇，好了，要接了，我就知道，漂亮，爷痛，一键连招啊！啊，厉害厉害，这相当帅气。我要踩康，漂亮，又蹲掉了。哇，这个但是不敢让你扑，这个是后三吧？后三打横移，后退非常快，反复勾拳，哎，被打空了。就是我看最后一个配招，就是勾拳打中以后继续勾拳，你动就浮空。对。小提受流漂亮，这个是意识上的东西啊，这个太精彩了。对，这个如果是好好劝板的话是打不出，打不出伤害。对，没伤害的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偶像到底是偶像。哇，这都敢蹲。哇，这个真的是。这个最后也就是拆了，就是拆心理了。50%。对。直接打康 CD 三，但康博威力不是太大，但总比没有好。这是你的赛点局。哎呦，逃不掉！哎呀，起身一二有点失误。失误了。这个下三漂亮的 combo， 把阿丽莎逼到了红血吗？还没有，这就阿丽莎尴尬了。阿丽莎这个时候如果有红血的话，还有机会。对。哎，但是这个血量的话……哇，这个退开，哇，又退开，没有抢，没有抢，都没有出招。紧张 ，DB 四 ，DB 四，两下，哇，这个是带到了，有 combo， 稳定点是带走了，漂亮。这个蓝光用的是真的是漂亮，所以说，哎呀，这个头气是拔了三个中段力，还是要蹲，退要蹲这个，后二一也是追人，哦，电锯拿出来收掉，这没办法，碰一下就没了。一直在后撤，一直在后撤，保持距离。三一并没有蹲，人四却反，防守真的是非常好。都防住，哦 ，CD 三紧张了，没血了，接近满血的应该是。这个、时候力应该是在。给头还给你。头被拆掉了。给头蹲掉，漂亮！我恭喜我们的妮，获得了我们本次啊2017年泽的冠军。非常冷静，啊。不愧是世界的唯一的大神级啊！高手。对，长盘高手，长盘高手。非常稳。好的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。